这个皮肤是个医生，这个乌鸦嘴的这个应该是以前的一个医生的造型，好像这个乌鸦嘴是用作防毒面具。差不多是时候了。背个棺材板，那棺材板里边是我的病人，让我治死了。这个也许有点痛。哎，点吃药走，我们就跑。哎，记住，炼金千万别跟人硬干，谁哪个炼金跟人硬干，那就是傻，知道吧？就直接就跑，哎，毒他，那慢慢干。正在路上。哎呀，行，我应该是可以断兵线去了。吃个药，药吃完以后，这波药吃的可能会有点亏，死了。兜，摇摇晃摇，哎呀呀，啥意思啊？呀呀，啊，你是螳螂啊？我以为你是别人呢。我勾引一波，勾引一波，让他舔我们。他咋没舔过来呢？哎呀，这！他应该早点舔，我都回家了，他早点舔呐。我以为他不舔了呢，你知道吧？差不多是时候买戒指干啥呀？现在炼金买戒指有什么用啊？十五法强，四十生命值，买它干嘛？又不加药水。兜，什么意思啊？耶，这波你应该是塔下应该是死了，兄弟，因为你的血太少了。差不多是时候了。哎，因为你的血太少了。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兜。那炼金蓝挺不够用的，现在，所以我们得先来个面具，我觉得不行。我来个面具吧，啊！我感觉我出这个峡谷制造者，我蓝不够用啊，我的蓝肯定不够用，百分之百不够用。虽然这个东西带吸血的，我不出面具，我听到你了。
蓝不够用。兜回家了，先来个遗失的章节。现在都日炎，那炼金出日炎没啥伤害呀。先来个遗失的章节，这不来个章节？看他跟不跟我们打啊！先背一下。哎，吃药。小伙子，打来，开大。兜接点烟，一个平 A。收一波兵。放毒了，吃两瓶药。正在路上。来，我们再推一波线，我们已经有点无敌了，可以说是。算了，不背了，这波背不到了。我想给他背过去，粘住一波的呀。现在有个问题，对吧，到底皮骸出什么骸？应该是得出水银骸。哎，炼金能不能一 W 二连呢？好像不行，没那么狠，因为这个东西是减速复地3秒，给他粘住的话，禁锢 1.25 秒，这个连招应该不会那么狠，应该是没有办法直接一 W 二连，不能。其实应该设计一下，这炼金应该一 W 二连的，可以，不过非常难。你看扯犊子吧，那非常难有什么用？耶，小伙子，下波你不死呀？这怎么打我？这不对劲啊，这不对劲，这不对劲。正在路上，药刚才没消失。来了，兄弟，这人可不好杀呀。差不多是时候了。他不太能跟我打，你知道吧？跑了，插个眼啊！正在路上。这人的兵都不补，不补算了吧。这波等一会儿再去支援啊，先把这波兵收了。可以干一波呀，他应该是有闪现，我感觉他肯定有闪现，他没有闪现他不能往下走，你知道吧？
木木大都没有了，还跑过来玩。算了，我就不背他了，我背他我们容易死。回家出面具去。哎呦，我这不无敌了吗？无敌了，兄弟们，无敌了啊！下一件可以来个鬼书。鬼书：恶魔之拥，星界驱驰冰杖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这都是我们的装备啊。正在路上，这些都是我们的装备，还有自然之力、白甲，哎，这都是可以的呀。是摇还是不摇？这是一个问题。Double kill。别着急啊，等面具消失。嗯，你肯定必死，你这么点血在塔下。兜把一血塔拿了。现在我们还不够肉，你知道吧？被人控住了，那就直接就是打死了。现在还不是那么特别的肉。回家，哎，把装备除了。所以我决定下一件，我们可以来个恶魔之拥，你们觉得呢？正在路上。没事，冰杖也是这么合的。要想合冰杖，一会儿再合了也可以。先去把红打了去。是摇还是不摇？这是一个啊，回血了。靠，怎么回血了呢？别点了，点什么玩意儿愣啊！我听到你了。不是你连他都没打过，还点呢？正在路上。还点呢？哎，还点我呢？还点呢？兜我希望你们好几个人过来抓一抓我，行不行？
呀，这个能给我滋了到了？哎，这不对劲呢、啊，这怎么滋了到我的？我天哪！先来恶魔之勇，不行，这蓄气不够。还好我们没有美甲的窃魂卷。这个滋了，如果没吃着的话，这个武器都得死。维克托没伤害，但是这个滋了一吃到我们就死了，给我滋了到了。等个大招啊，现在不是很厉害。别急，等一下薅着。我靠，这什么伤害呀、啊、兄弟呀、啊、你怎么把他给秒了？没用我们，哎，这确实是有点烦。开金矿这开不了，那不够肉那都，而且对面控制太多了。你像那阿木木舔接维克托定接武器大师一直接就晕到死，我都动都动不了一下，全是百分比掉血，没法开，这把开不了。如果对面没控制还行，摇摇晃摇，这还开矿，那不傻吗？不是害人家吗？兄弟，滋了我，那能行吗？维克托在我们面前确实是能骚一头，这确实是没办法，那追不上这人。没事，我们就慢慢带线，用等级碾压对面。怎么这都能给我换了，兄弟？我确实是没想到。太脆了，不脆了，那十九分钟你想多肉？我给你出一百件装备，要不你看行不行？差不多是时候了。你那十九分钟你想肉成什么样子？你以为这是一百九十分钟的六神装了？肉的肉的很。那两级大招给我加六十护甲魔抗呢，还脆脆个屁吧脆！他就是控制多，你像那维克托还有那阿木木给到控制就比较难搞。我们杀的人也不是很多，我一共才杀了六个。来这边收割一波，你跑，你能跑在哪去啊？哦你好，哦你好，我看
看你能跑到哪去，跟我跑。我听到你了。三件其实差不多了，我觉得这个星界驱驰加十加20%的移动速度，这个到底能加多少移动速度？这是10+20%移动速度，那有点加的有点太多了。10+20%移速能加多少？加很多，加特别多。撞没了，这再不出来可撞没了啊。三路来来来来来来，去去，对，去追，我烫死他，好样的。我听到了，走了，回家了。吃毒吧你，小耗子。走，回家。下一件星界驱驰了，决定了，星界驱驰，900-800，看看这移动速度能加多少，还加30技能极速。哎呀，我天哪！哇哦！然后我们家还风龙龙魂，哎呦我。我这得跑得多快，我这不像个兔子啊。你跑，你跑来，你跑，跑，还不用，我看我用不用。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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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兄弟啊，这可不行，这可不行啊。兜，你来。走呗，还减速，正在路上，大路完了。哎呀，耗子怎么来了呢？耗子，这耗子，这薅着我没预料到啊，别人来都不怕，薅着来比较害怕。
是啊，刚大美好，差了两秒钟吧，就差个星界驱驰的一个 buff， 一个二十技能极速。我来了，兄弟，不要害怕。哎，小伙子，哎，兜，哎，哎，哪儿跑？尿小兵啊，对呀、啊。我带着大军来了，我带着大军压境了。小伙子，往哪走？你知道我移速多少？兜，哎呀呀呀呀！哎，哎呀，给我点盐了！我靠，点盐了吧？还是说有那个减伤啊？再来个冰杖啊！来个猫子！来什么冰杖？这就得虚区高。炼金的大招如果能有魔法加成、法术加成就好了，就厉害了，你知道吗？他这大招啥加成也没有，固定的，挺亏的其实。哎呦我的螳螂，这么猛的螳螂！那还玩不玩了？那怎么玩不玩了？那武器大师的被动还加法术加成，对不对？物理加成、法术加成，那都有。他这技能他不吃加成，就不厉害。等我一个兄弟们，等我来，等我来，等我来！我七百多移速来了，我来了，我走了，干什么呀？这武器零点一加成，那也行啊，你最起码。